砰砰砰！随着阵阵枪声响起，一颗颗子弹呼啸而出，刺破宁静的空气，浓浓的硝烟味弥散开来。当春天到来，万物复苏，百花盛开，兵哥哥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了。近日，东部战区海军某快艇大队组织全体官兵进行陆上轻武器实弹射击，目标胸环板正前方某某某米，开始瞄准射击。随着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，官兵们采取分组射击的方式，严格按照战术动作进行实弹射击训练，卧倒、装弹、瞄准、射击。在射击过程中，官兵们个个精神抖擞，卯足了劲儿，是要比一比谁的环数高，赛一赛谁的枪法准。没有热身，没有练习，一切按照打仗标准来，一切对照实战要求训。笔者在现场看到，官兵们到达射击训练场后，立即按照预先编制的组别投入射击训练中，来了就打，打完就撤，宁要紧贴实战的低分，不要脱离实战的高分，带着还未调整好的呼吸节奏，取消以往练习射击的热身环节，摒弃过去保姆式的笑枪烟枪保障。面对一项向心变化，不少官兵发挥失利，但大家一致说，这种快节奏突击性零保障的训练更像打仗，战地春花分外香，枪声伴我好狼。在春草丛生、野花吐香的训练场上，大家克服重重苦难，认真对待每一枪，仔细体验每一弹，在不断调整中找感觉、找精度，努力提升射击水平。他们严密组织、科学安排，坚持标准、严格要求，从常委到士兵，从机关到基层，不漏一人，全部参训，安全圆满地完成了训练。此外，他们还注重发挥表彰激励作用，现场通报射击成绩，当场评选神枪手、神射手，对成绩优异的官兵颁发证书进行表彰，让精武者获得荣誉感。陈建颖，毕华摄影报道编辑，例子投稿微信89649111213，第700。